好，开始。这个要把它先卡住啊。那它这个换一个。螺帽六角干水。把它卸下来。拿楼套，拿什么摆？要求来。这个螺套就是按顺序摆好，是吧？对，装的时候不就可以按顺序装吗？可以。我找个这个角度。圈，到时候你摆剪辑的时候圈个圈吧。哦，好的。这个这是空头，空头，这第一个，就正常的螺套两头都有这个花件。哦。这个只有一头有花件，一头有空。张伟林，这不是双头吗？双头这个这一面头中心点要对上这个相位点就。点的那个花件。哦。不然套不上去是吧？不是套不上去，要不然相位看的不对。上去以后看这个点呢，那怎么再去辨别呢？这个要对到它的中间是不是啊？对，这个头的中间。哦。你这个中心，这个中心线对吧？你对着这个点。哦，好嘞。到时候把断面磨刺去除，把里面一些胶料要把它去除，然后要知道怎么对这个接缝。对，这样是错的。后面的台阶，这上面不对，重新来。换一个，反正正确的，不是错误的。哦，这样就对了。好的。再来试试，再看几个。砂纸磨一磨，去除倒刺。有没有毛刺？有没有脏？然后接缝。OK， 这个没有接缝。这两边有没有台阶？好，这是对的。你看一下这个挨的两边。好。台阶扶的不对，这就不对。你要来带个头，转一个。OK。什么样的没有台阶？这个一面是双螺杆，再转一圈。OK， 好，来，然后上面有臂是吧？
这个是 A， 然后这个是有 A 啊、哦，然后这个分别是装在那个轴上的 AB 轴是吧？对，这个两面的，两面的就和这个两面的有对。这一头是三个面。啊、哦，好，再来。那就 A 就是对 O 的那个。好，来。你看呀，什么？顶住。顶住。嗯，这样。哦，这是正常的。对，然后把这根顶住，那根往后拉。啊、哦，就这个这个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间隙一样才对。好的。两边间隙，两边间隙要均等。嗯。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台阶不台。我看看。应该是这样的。不分 AB 的，有的分 AB， 应该有、嗯、也有分 AB 的。嗯，好。嗯。那就是这两头的。对着这一面就行。嗯，好的。这是单头圆件。哦，这个有 AB 的是吧？有 AB 的。我来放大一点。A B。嗯。好的，你穿吧。是这个有个斜度的面对着这个面、嗯、好的，这个也是看间隙，就是两边间隙要均等，像这个就不对，这个这边不是大吗、嗯、这边不是小一点吗、嗯嗯、那怎么办呢、就是、不对怎么办呢，就是给它收个齿。哦，什么？就是把这个给它重新穿一下，转一下。哪个转一下啦？小间隙的那个元件，转一个齿就行。转一个和这个下面的齿是吧？嗯。哦。还是不对。它错一个齿有，它错一个齿有这么大的区别吗？嗯。这对了吗？对的。这样。啊、哦，好。这个间隙，现在这些。哦，好了哇。嗯。来看看这个端面，那这个单面还会再穿单头吗？对。再穿单头还是这样的操作是吧？对。对对对，哦、后面单头就直接连到尾了。哦。好。这样衣服楼感觉算穿完成了啊，是吧？对。